尔文，查尔斯达尔文，出生1809年2月12日。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对进化论的贡献是众所周知、众所皆知的。达尔文为了追求他对大自然的兴趣，忽视了他在爱丁堡的医学教育。被惹恼的达尔文父亲把他送到剑桥大学基督学院，目的就是要把他变为一名英国国教牧师。但是达尔文在剑桥非一心向学，而是把时间花在骑马射击并收集甲虫上。那是连我在真有文上都不敢看的兴趣来，在基督学院的时间只使他对自然科学感到更热衷。达尔文在小猎犬号之旅所写的科学日志使得他在科学界著名。回到英国时，达尔文在父亲的资助下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绅士科学家。他惹恼了他父亲，他父亲还资助他。我也想把那印在自己的名片上。身体年长又被各种疾病所困扰，这就是成就非凡的达尔文过度操劳的代价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于1859年，从1870年代起，科学界和普罗大众已接受了演化的事实。到2000年，在某些我绝对不提的国家，许多普通大众似乎退化了一大步。我在讲的就是美国。达尔文是一个国际名人，他对生命科学系提供了解释众多生态的一个统合理论。他被荣誉安葬在西敏寺。还有其他是什么？阿善提战争。阿善提战争是大英帝国在黄金海岸（现在的加纳）的一连串偶发性殖民战争。冲突双方的一边是阿善提，一边是英国和方提人联盟。在1823年到1896年期间，爆发了四次。最后，阿善提的土地遭到侵占，和黄金海岸的其他土地化为皇家殖民地。哦，这个看过了，会师步枪看过。